是长臂猿，对上拳击手。好，预备，三二一，二。拳击手，疯狂拳击手，直接自己把自己拉到场外去了，挂掉。好，第一回长臂猿获胜。好 ，Ready Go。第二回合也是很刺激。但是发现长臂猿好像因为只有一只手的关系，所以很有可能难道会自己掉下去吗？还好他已经上来了。这时候疯狂拳击手用使出他的无影拳，究竟是谁呢？他们现在曾经，拳击手阵亡了啊。